有300多年历史的北港朝天宫妈祖神尊首次出巡美国，最后一站在纽约参加 Passport to Taiwan 台湾巡礼文化艺术节。上香、拔杯、求平安符、过香炉，诚心向妈祖祈求的，不分种族、不分年龄，非常的感动啊！特别是台湾妈祖对在台湾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是让小朋友有机会可以这么近距离的跟台湾的妈祖这样接触，我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好。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表示，这次妈祖先到旧金山和休斯顿，之后将分灵在纽约的花莲慈惠堂，让常年在这边没办法回去拜妈祖的信众参拜。妈祖在看大家了，因为很多侨胞呢都在国外吼，伫咧奔波啦吼，有当要等伊嘛无闲吼。所以到纽约来是第一次哈。Passport to Taiwan 今年是第20届，有台湾文化，有台湾美食，更有浓浓的家乡味。Best bubble tea in New York, guys. Line up right here. Line up right here. 管他日正当中天气有多热，为了台湾味，大家排起队，手摇饮、挂冰、挂包、大肠包、小肠，还有面线、蚵仔煎、生煎包和现榨甘蔗汁。每年五月亚太裔传统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曼哈顿联合广场都这么抬。Formosa pork ragu over rice. How did you know about it? I was one of, just it looked good. He likes rice, so we thought we'd try it, and he loves it, right? 纽约台美人挺台湾，能量满满，用民间的力量推销台湾软实力，让 Passport to Taiwan 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台美人户外活动。台湾加油 ！TVB 新闻嘉辉，台湾加油！纽约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